就在刚刚，我还是一个被唾弃的 T 级市民，在进入公司后，我瞬间成为了最高级的 A 级市民。当然，代价就是我需要成为一个女巫猎人。但是，要如何才能消灭女巫呢？品味各色游戏，讲述精彩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大叔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当然是拒绝成为女巫猎人的。才多少钱啊？我才犯不着去拼命。完成第一个任务就获得1000点社会积分奖励。女巫在哪？快出来，我要削了你啊！当然，女巫不是说消灭就能消灭的，我们必须要先找到《女巫之锤》这本书，而它的副本就在公司的图书馆里。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一路小跑来到了图书馆，结果发现进去的话需要在档案室找到相关书籍的资料，但是档案室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，完全不知道从何查起，只能继续前进。结果发现了一个神秘尸体，而且正前方有一个绿色眼睛。感觉到危险的我并没有贸然前进，先打开了尸体旁边的袋子，发现了女巫书本的消息。那么这意味着还有人也在寻找她。小心翼翼地绕过了眼睛，继续前进，结果发现这里的屋子都停电了，只能在附近寻找信息。结果发现栏杆上有着红色的印记，好像还有一根绳子，解开它后出现了一个物体掉落的声音。我赶紧回到楼下查看，结果发现了一个红色印记进入了旁边的屋子。总感觉我刚刚好像释放了一个恶魔，但是我应该是要进去的吧。果然在我进去后就听到了呼吸声。妈呀，我真的不想进去啊，但是不进去游戏应该没办法推进吧。算了，先进去吧，然后做好逃跑的打算。哎，红色印记好像指的是中间的柜子，那我先调查左边的，最后再调查中间，等下有问题也好跑。嘿嘿，我真聪明。啊，有人。哎，等等，好像不是坏人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猎人。通过与这人对话得知，他也是一个猎人，也是来受命调查女巫之锤，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把自己的情报透露给了其他人，才导致成了这样，并让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最后还告诉我们一个关键信息，用金属物品能打开附近的电闸。成功搞定后，那么就能进入这间屋子了吧？漂亮！